像像凯，就是又高，身材又好，爸爸会担心，爸爸妈妈会担心。为什么早上这么多记者，你们都不跟我讲，我穿漂亮一点？他在美国这边，高中生而已，才高中而已啊，他才高中生而已啊，还没有什么分科啊，十八。我现在在台湾，现在在那边。我把他带回来，长得是像台湾，不能再变。又高，身材又好，爸爸会担心，爸爸妈妈会担心。会担心，像是女儿有去那个张成鹏大哥的去洗衣服，然后有曝光他的，然后有回家觉得我不好意思。回去只有讲到说，为什么早上这么多记者，你们都不跟我讲，我穿漂亮一点。上去一定有，但深就不。